看到了人间啊的苦难，也看到了四大不调。那这个狠狠的骨头，就是在普天之下，在这样的时间中啊，不管是大自然的气候的灾难，或者是呢人祸的灾难，或者是无常所发生的灾难，都是还是不断在发生。这呢都是佛陀开始就说世界这个苦集呀、灭道啊，他警告着我们，这样看人世界呢苦难偏多啊，还要分析给我们知道来自于人心所造出来的无明啊，无明呢制造成了这样的浊气重重，所以这种的无明胸膛的波浪啊，实在是很大哦，很需要呢我们要有那样的力量，那一种爱的力量，去逆游逆增上游啊，在这样的这胸涛波浪的这样的无名浊气呢，这个时候正需要呢这一股清流，正需要呢这一股爱的能量。看看这一波呢，这个台湾呐、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粉尘爆炸，让成了这么多的年轻的生命，现在呢，以死生在搏斗啊，又有多少呢？从事医护工作的，像他们呐、没日没夜的，无日无眉哦，这样的守护着、陪伴着、以帮助着这样的伤患呢，以死神在拉拔。现在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在换药的过程，医护人员真的是身心呢，也都是很急，而且呢，也是要想尽办法，能看到了受苦难的能阿弥这个身心安下来，受苦难受伤的人呐、身体能减轻痛苦，心里呢让他安定，这就是医护人员的最大的期盼，不亚于呢他们的家属的这样的期盼啊。所以医护人员，我们真正的要给他们呢很大的鼓励，而且呢要很多的感恩哦。那当然呢，在抢救的那一刻里呢，还有很多的幕后英雄，不管是消防或是警察，或者是呢周围旁边的人呐、发挥的爱啊，这一波呢真正的可以看到了啊，台湾的这个良知与爱，我应该要赞叹呐、也有年轻人自己已经受伤了，他还是呢冲到了前面呢去做救人，自己不觉得他的两条腿呢也是深度的烫伤啊。旁边刚好蹲下一个女生，就想说就救她一下，对啊，就把她牵到旁边，就是
大家说旁边有水可以冲的地方。不知道你自己受伤了吗？就看到皮怎么这么丑，一个洞一个洞的。所以啊，真正是吼，看到了这一波的灾难，那一天晚上已经呢三天过去了啦，今天进入了第四天，可知道身受重创的孩子们，被烧烫伤的年轻人，他们度秒啊如年，这时间是怎么样过去呢？那当然他们的父母亲啊在医院里更是难过紧张，期盼会有好消息。当然能把家属的心安下来呢，医护人员才能很专心安心的投入去照顾病患，所以发挥安抚家属的力量也是很需要。这种爱的能量要付出呢，我想应该呢医疗单位呢应该都是爱接受这样的友人呢、啊、来安慰家属啊。这个时候呢人心安定啊，才能这个社会祥和哦。而且这一次三个月的时间呢、啊、政府要承担，可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上要这个人工皮啊，还有药膏，还有高蛋白，一天呢要超过10万，这种这么多，何况呢要动用多少医护人员呢、啊、看看我们台中的检验长呢，因为整形外科呢烧烫伤的这检验长他就是很权威嘛，所以他也到了台北呢去关怀，同时呢也跟我们的医师们啊也都在互动哦，必要呢我们慈济系统啊所有的这种照顾这重症的或者是烧烫伤照顾的人员都可以呢投入去帮忙。那么每一个医院啊都是这样，所以现在最好是人人都要平安，不要再有重症的病患往急诊送，舒缓一下哦，让这样这个医师啊重症的病患呢有可以呢专心去做照顾啊。这实在是哦，这几天来呀、啊，实在所有的医疗系统的医院呐、啊，哦，这个最近的台北所有的大医院都很辛苦，真的可以想象那一天晚上呢，路上多少医护人员呢，狂喷在路上呢。得到了这样紧急大量伤患的这样的这个召唤啊，大家要过回归他们的医疗单位去。还有多少义消警察呢是怎么样 的辛苦啊，总是呢这种的人世间啊其这个无常灾难呢都是不知道要如何去描述。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要在虔诚的来祈祷。这几天呢、啊，我们都在动员的全省的慈济人，在各个道场呢
我们的慈济系统都一直呢呼吁着，呼吁的社区人人呢来用虔诚的心为所有的灾难的祈福哦，那这都是还在继续中啦，希望呢我们再来为从社会呢来呼吁举办呢这种大型的为普天之下为这一波的灾难的来祈福哦，那期待人人能度过这样的难关，希望我们的社会呢更平安。